各位同学，那个六祖坛经，咱们都讲到几眼品讲的，现在讲提拔啊，顿前品提拔，顿前品提拔另一品呢，是和讲当时六祖得法以后。在回到故乡广东省的所在分享顿高的法门，但是在北方呢有两个神修太师分享两个千门上，因此之故啊，人就升级成为南顿北千，由此就分为顿千二门。两一品的脱离啊，就会说明当时由五祖传下了以后分成顿千两门的情形。实际上在一个六祖太师与神修两位啊，都是彼此互相尊重，都没什么意见，都是门下人啊。尤其那个在北方的神秀太子错下个的梯子啊，往往喜欢发生事端，所以才会引起啊种种的问题。然后才两一平衡说明，是就是基础还保留，神秀太子在金南玉田寺。一是两种身法，应该称南南北秀，故有南北二种顿签之分。学者目的中气，接着实施，就会指六祖得法以后，回到广州。都几个故乡在那个潮海的所在太平山法，这个山峰真生的当时然后在北方啊洛阳一直到湖北湖南一带，在那个北方神秀太师的天门山也非常的盛行的当时，祖师是六祖太师，六祖慧能太师该当时带着潮海的宝林寺基础，六祖基础在那个潮海的宝林寺，潮海宝林寺上回已经讲的就是南华山的南华寺，六祖带着潮海变法，五祖错下的当时的上首弟子神秀太师基础在那个金南的所在焚法，带着玉田寺，金南金州之南属于现在的湖北省当阳县，当时的金州那个当阳县呢称为金南，建筑的南片，两个党阳呢，就是当时三国时代啊，张飞骑在党阳长坂桥上啊，黑推曹操的百万雄师的那所在，如果看过《三国演义》，可以记得呢，当时曹操上的苏建筑那当时跟他刘辟啊。还是说个流氓的时间，没一个六角梯，虽然说建筑新家的地方暂时安全但是一个曹操的太平已经临近了后程83万下岗了，那当时啊非常危急，张飞一个人突当后那个铁铁文几个人铁铁个曹操的百万雄师本来的刘辟孔明灯带着
那个萝卜香槟产品呢、啊，向南偏投走。所以其实汽车的党洋的创办桥方啊，一个人单枪匹马汽车的位，啊，一个粗糙的百万太平啊，无人敢行前去。因此啊，刘批才能够汹汹涌涌啊，投走到南方去上有名。如果唔系呢，也就可以讲，佢可能混乱咗啦，混乱之中啊，就要冇生命啦。因此，你个党员嘅蔬菜啊，挺有名。睇睇一个有土生国嘅人啊，讲到党员，都晓得讲从那个地方啊，就是当时张飞啊，也吓退百万雄师嘅个地方。所以呢个地方本来一向就挺有名。这个肉田市就建设出了个党洋山的蔬菜，党洋的蔬菜啊，平常称为金州肉田市，就是这俩地方。金南的肉田市啊，当时是一个宝山，挺有名的丛林。沈秀太师啊，就带出了个肉田市方啊，分享几个想法。所以讲呢，一是两种身法，一是啊，我该当时，该当时南北两种啊，高发的上网啊，德网都非常的盛，挺那个盛行的。两种就是指南片的，惠南太师六祖属于屯门上，称为南种。北片的那个沈秀太师，分享那个天门上，成为我们北宗，所以因此这个呢，在当时啊，太感人都成为讲话南南北秀，南宗啊，还有杜慧莲太师，分享到屯门上，北片呢，北宗系那个沈秀太师啊，分享那个天门上，非常出名讲南屯北枪，由此啊就有那个南北一种屯枪的分片。如按那个缘故，研究这个西分片呢、啊，分讲南片的六祖就是个分享屯门上啊为那个一个宗派，北片的沈秀太师分享天门上有那个一个宗派。那由此你对于那个三宗呢、啊？沙变成一般修好三法观念啊，沙目的所穷啊，所以讲目的总体啊，修好观念学习，想要学三门观念呢，沙结果啊，唔的种子趋向而那边上对，唔的喺南片嘅屯门山，慧能太师初下所学嘅法上对，也喺北片神秀太师学嘅法上对，所以是太讲呢。目的所去种子去向着那边那么多条细的十位中央法本一种念有南北法之一种见有瓷器何名顿枪法无顿枪念有离吞故名顿枪。因为当时按呢，分为南北二种的风气，本外面的人传到听信，因此呢，六祖也常到有两个，压那个法头，六祖在修中学法门时间，也就对大家说明讲吧，大家认同二弟啊，佛法嘛，只有一个宗旨。整个佛法也只有一个宗旨，莫讲三宗，哪有那个南顿北枪的顿片呢？虽然你呢有南有北，六祖太师是南方人，一个神秀太师是北方人，你嘛只有南北，但是呢所学的法嘛只有一种，同样在五祖初下。所学的佛法只有一种，听听，哪有么个南北的分片呢？就是讲
人有难病，可以分难分别，法门无难别，法无何分别，法只有一种听听。不过呢，对于这个修法的见解，人的见性，这就不同了，有迟有切，迟啊，就是慢，缓慢，因为这个见性啊，属于浅门，因为属于浅门的见性呢，该就要参与个上台的中央，一步一步的慢慢上，一步踏实菜呢，有张往一步慢慢上去，不能讲啊用跳，违法生物一下，该就是很慢，迟，切呢？莫看多切片，那个其实就是紧的意思，夹的意思，轻夹，切就是钝门，钝门呐、啊，莫吃梯，不立夹子，莫吃梯钝巧的，第二种的是轻夹，一巧吃一而来梯，连且尽管出梯即为白，无所有法吃，有出梯一时钝巧可以巧到白梯。莫嘛个肢体好讲，两种个呢，根本就不必经过那个楼台的解释啊，所以请假。那可以讲，南中分享的方法是接引那个上上经验，其实属于顿门，可以一筹之业，所以个就是请假。请假就快悟。北方神秀太师的法门呢，土了个中下经验，土了经心比较差的人，因为这个经心差，所以啊，必定要按照次第了，按部就班，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啊，慢慢上去，该就是比较缓慢。所以讲见有迟切，那不过是众生的见性不同，所见的所证的法吧，就有浅浅的分别，由此啊，就有紧快悟、慢快悟、紧得法、慢得法的分别，哪有嘛个顿枪的分别呢？所以讲何名顿枪，原本可以称为讲话挨两片就按到顿门。神秀太师该向着按照浅门，做嘛个可以按你分片呢？六祖太师啊，他们无需按你个分片是，因为法无顿枪，佛法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哪里可把那个真理分作顿枪呢？所以在法义上啊，无分顿分枪，法是平等的。以金刚经所讲，司法平等，无有过下。大家所修的都是平等平等的法，无嘛个过下顿枪的分别，不应该如此分别。那有见慢啊，是念有力吞，因为念的见性，有力见有吞见，力见的人啊，学法家，开悟见，容易成就，该就是一般人称为顿门。是个钝高的见性，钝见的人呢，见性比较差，还慢还缓慢，所谓钝啊，差不多不样子，轻钝，根本就管不到去，因此称其为钝见。钝见的人呢，没办法和进行，要缓慢，一步一步慢慢好，那因此之故呢，所以讲话。有钝有浅，所以讲故名钝浅。所谓钝浅嘛，不过是见性理吞的分别，实际上啊，并无么个钝浅。六祖太师，其在今生可以讲是非常的勉强的见性，上上力经验，五十四。能够悟成理，成为一套祖师，那是非常特殊的。
那全国娱乐也只有几个人，其他差不多听一个参与做两种人了。通经人五十四年合法固然清楚，他能够参与做案的进行案例啊，能够惩罚太差太误啊，那只有六组一个人。他也应当一点，六组太谨慎呢，可以讲是有啊，按照清理经吃顿嘛，顿朝顿日。但是你要记得给高医生，你记得六组在高医生中啊，小结救来嘛，好托结救你记得嘛。六组非常可能已经啊，花了几千万神也不一听，是救修的救行的菩萨。那在今生呢，为了接引众生呢，方便实现着五十四能够顿念，这就可以接引一般的五十四个人，精神差的人啊，晓得向上，不会神气那个疲劳嘛啊。平常一般人说，哎呦，我有五十四哦，我不得脱离哦，啊，刚才来好得来，刚才没办法，这就可以拿六组来比。那你看看六组吧，六组还没五十四吗？啊，几多人叫什么一套主持？何况我们太干呢？我们虽然不敢希望讲什么一套主持，但是合法是有分的，无论哪一种人都可以合法，啊。修好佛法，无分别老少男女，无分别是是不是是，无分别有知识没知识，啊，人人都可学。那是六祖土众生的方便，啊，并不是听讲话，其过去生啊，就默默的修行的功夫，一直到今生一开始就有安利的功夫，那可以讲是没可能的事情。因为意识人意识过，佛法是讲因果的。一个过去生的某种哈，按你的理经追上今生的因缘的种子，那今生用办呢，如得到安好的果实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俗话也会讲吧，比当有人听聪明啊，一文半悟啊，过目不忙，一目四十旁。这都是修法讲的前身修来的，多身修的呢，多身下了功夫，前身修片的，前身脱片了，一天不是从今生上开始，平平一样的这个书本，有人脱一遍呢，全部就可以破得起来，有人脱了十八遍，还是记某几多记，啊，过了两年呢。完全用忘记他的，可见呢，你都是精心理通的分片，佛法嘛，本来没按那个分片，你就是主持啊，六祖看到他讲你按那些分片心，所以再看头他讲没按那些分片啊，法嘛只有一个，都是修好佛法，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没去分片讲话，南宗北宗的，但是呢。神修太师错下个的体质啊，往往啊就比较呢下不满了，为神意许多事情，所以下面讲言修之徒众啊，往往及南宗主持不是一事，有何所障？然是转女子讲脱离上黑暗的不会错，六祖虽然按你讲，那是讲嘛六祖俩相对人呐，当然比较还不会发生事端，因为六祖错啊个条体质，第一世界个师傅都是已经得发个六祖，太够满意了，不会发生事端，不会生事端个都是神修错啊个条体质嘛，怎么神奇事端？所以因此之故呢？虽然六祖按你讲，啊，不过修之徒众，修神修太子的名单体一讲是，讲神修的徒众啊，这个徒弟，无论在家出家，
以及属于其间一部分啊，用户承受太时间头一切的严重，往往啊，为极少南中的主持讲话其不是事啊，就是讲嘛，承受太时间头土地啊，用户一个的严重，往往就是讲双双啊，为按呢极少南中的主持，就是极少的个六祖太师了。啊，请教那南宗祖师呢？吉呀、啊，吉逢的意思，吉社会意思，啊，就是讲嘛，非能不是一事，他某人他讲的事情都不是，啊，该吉有嘛该吃糖的蔬菜呢？吉有嘛该东西养人呢？事都不是啦，吉讲我开悟，讲嘛人相信啦。那神秀太子初下的途中，往往就会按你的法律祭扫玉祖太子。看你的神秀太子初下的途中祭奉祭扫玉祖啊，你的法讲都多呢，也为我本神秀堂道。神秀太子堂道这个门徒，有按你祭扫南宗祖师的法呢，所以神秀太子就挖几个土地讲修业。他的无私之志，神武上圣，五不一牙，恰五十五祖，秦传一法，其土人哉？很不能言起情困，习俗归恩，你等主人，无策于此。渴望错系惨结，看你一团文啊，你的神秀太师的希望有问题，是一个清了不起的人，清有修养，清有脱险的人，所以平常时会发生争端啊，都是门下人，后辈的人才该被弄鬼弄怪，才以上辈的头子呢。诸法者都无意见，无按你的事情，所以神秀太子就挖几个头梯子讲吧，他的无私之志啊，他自六祖，讲你到他看那地哦，让你南山的几少那个六祖啊，已经那个六祖是已经得到无私之的人，无私就不是师父可以托啊。自家托持开悟，啊，自家去修学得到开悟，该成为无始智。玉祖太师，几座路行者开朝埋没的时节，唐道人上金刚经就开悟了，不是人智陀，该就是无始智，啊。后来到了五祖王梅的法师堂，由王梅五祖点破一下天天，等于发量点钱呢，就成就了，就成为一派祖师了。两就是说明讲嘛，六祖啊，其实已经得到无师之的人，不是师长开拓，是家就能明心见性开悟，所以其实成悟上圣。第五禅的佛所说的最上身法，一佛身法，第两悟的最彻底、最全、最全奥，所以讲全悟上身，不易呀。甚至讲爱当见得，不易就是讲不缺，爱不缺欲做非呢，爱当见得。啊，你大家唔话你看强人哦。莫经讲话六祖一杂事都不是了，其实在无始智呢，爱只在文史上起底见往分片，爱只可以讲是文史之时了，因为神秀太师几个文学亲和学门亲和佛法亲同，既能讲出三十二部的那个太圣经典，所以在当时是非常有得好的人，有学门有暗有涵养，
按长期那样一点是非常难的。所以个真正能够什么去推太子的人物呢，不是轻强皮轻强用啊，不会讲把自国姿态，就是普通一般的半桶水的呀，有的连桶带都没扎这个快去的光光接接呗，该就会共国啊，共国我们自国姿态，你们自个有的两点没的时间就你们轻了不起。神修太子其实不好多文的人，尤其有修养的人，他不会有安尼的地界，他不会讲话来看人气，所以他轻尊重六度，两一点啊非常可贵，轻难得。只能够对这个途中面前哈，公开宣布讲话，挨当见得，两一点就不容易啊。普通一般人啊，对自家途中面前总会显示自家了不起啊，讲法途中看人气啊。总要去个提高自家的身价啊，像是家苗栗府出神通的时间，西土三家呀，啊，土那个油楼平楼家呀，那个龙外套，其实一个四方外套，当时那个摩羯陀国的国王平菩萨老王都拜几座石窟，是一个国师，那几个身价挺高，年纪又挺高，特别是这个人，而且有五百徒弟。释迦牟尼佛出神佛陀不过是三十一岁，去到这个木瓜林旁上一吐油楼频道家下，那油楼频道家下无论如何其他不很复熟啊，那他把释迦牟尼佛啊自己讲话记录给加起来的时间，自己去个佛龙通行打错错在佛龙通行，这个意思啊打上个暗部要等释迦牟尼佛本佛龙休息的小事的，那经过一夜的时间，给佛龙吐火吐吐，收拾干净了。不但是收集不多啊，而且反倒将来吐用三本佛行佛呢，就无奈去啊，就阿佛个八方，所个蕴藏起来。天意早晨啊，一个油楼平罗爷带几个梯子，脚头本几拿的我，雷去属实。在其他嘛，他本佛龙首饰的三部的佛形态，甚至讲释迦牟尼佛放在佛光上面比二形态。许多的佛龙通一看嘛，问题是讲佛本门坐念就跟我们不通，死活也无伤害。香港我都奇怪啦，搿条中梯子，几个五百梯子，他讲我哦，你也挺了不起，啊，你安尼看起来好，你也勉强人。你也是家伙，毕竟那个师傅养多了，啊，你看今年叫行福通用，佛用之路唔强，以前人叫行福，啊，那有了边路家呀，记得家个梯子西安那个，两条咯，地公个看见唔起咯，马上就对梯子宣布，我的哦，其他随身啊，比托不如我托准哦，哎，你看见是家伙，比其他有全家相啊，金汉福呐。我其他虽然讲个拖安身能够行不通流，但是讲个拖啊，不去挨个拖安好啦，挨个拖下准呐。等于从前有个人唔念书个人啊，想打啊打拖带下咧，这唔念书啊，空起来讲，我拖带望拖带又是唔会急哦，我拖带望拖带是唔会急啊，我边打拖带是唔会急，按你按你养人啊，世界上都要按爱胎个人哦。明明都熟人的几个啊，虽然大熟人的啊，唔会细节，好像几有内功样子。世界上太极都是两种人，啊，那个人过多了。而你看像人修太是两种人吼，实在是非常了不起。只看几遍啊，一套不一样，讲出两句话来，该唔系普平常人讲得出嘅，挨当见的。你冇看六祖五十四哦，挨根本就当见的。不但对太宗宣布讲话去当人的，而且还劝人家学徒啊去建立祖学，建了不起。所以下面再说明讲，请五十五祖啊，平传一法，企图延宅。而且呢，挨个师傅五祖分云太师啊，天天呢把这个一法
显法传本字，传本列嘅灰呢？企图人在干些土土人嘅事情，土人就是没讲空空模板式，能做得到安尼嘅情形。必天具有相当嘅能力，有相当嘅境界，我今有安神，怎可能得到祖师嘅传法？咁我唔做摩上节目，做安唔见，随便传法文件，冇安尼嘅事情。所以你太高认识啊，你尊敬佢就会尊敬五祖，尊敬六祖啊，就是尊敬那个师父五祖的事。所以你唔好话来接受佢讲嘅不是一事。很不能忍气请君，习俗不仁，讲爱神修啊，爱喜爱自家带出安然的蔬菜，从那个云南是湖北省，许多广东省啊，距离相当远，爱因为平常发布许多，所以为严重小行，爱唔方便人离。所以我不能许多按照南方的蔬菜来去坐海青春的绿竹，可见一个神秀太师，如果他是有几人他还愿意去青春的绿竹他还不如同门师弟呢，如果他能够见到绿竹的时间他还要青春绿竹见绿竹，好你看自己强极致。说我坐这位习俗贵人强词啦，讲来是除了为浪费许多国家的恩德来尊敬来因为讲爱为一国之师食材啊，爱就是习会许多国家的恩德，因为当时啊神秀太师当时武则天也尊敬为师父，是国师啊。后来种种武则天反正以后种种复位了，种种也请尊崇神秀太师，也拜了个神秀太师并了个慧恩国师做师父。所以当时神秀为国师所以他说吧，习俗国人不敢说吧看得许多国家的这种的恩惠恩典本来一国之主皇帝来尊崇来拜为师父也是实在不简单的事情他感觉到自家都还没像六祖安的太快太误而来受国家的安的恩惠一当不是这样子，所以他有安的强词，你等主你无策一次也叫不要模式这东西撇跳出来无托无事不好的意思呢，讲二人太大没停车在外面边车停留的意思讲二太大没勉强停留在外面边，意思就是讲你可以去坐海合法没想停留在外身边因为外虽然能讲金色法不过我没开悟你太假如果愿意呢可以随意去坐海参学所以说渴望坐海参结你太假都可以去命令几个的弟子们说你太假无论慢你都可以去坐海去请求六祖去向六祖参访有希望六祖同你书简简就是书记的意思呢希望请求六祖呢六祖说法比开悟六祖让书记所以说渴望坐海参见参访六祖有六祖书记问你希望你也能够成为一推的得法问你也就是神秀堂的几个梯子门徒等中除了几首南宗祖师几首六祖唐都的时间呢就牵托几个的门徒他们太假不好吧来看强六祖的意思
而且表太讲话，希望大家能够去天天玉树见佛。虽然按你讲啊，自己初下嘅条体质还是以我相重啦，以我心性重，佢还是唔愿意去天天玉树。不但唔愿意去天天呢，还是说个千方百计啊，想要把这个玉树除去。后面的经文啊，就有讲到了。但是当时神秀太师按来宣布以后呢，看到魔人很气，魔人而去学，那其之后命令啊，喊一个人去学，所以讲一念命魔人至神也，你聪明多智，可为五道错海听法，要有所闻啊，亲心记起。凡为五说，当时那个神秀太师说哈，个体质啊真多，有一年呢，神秀太师就命令几个门人，门人就是体质徒弟啦，门下的人啊，那他们一个徒弟有一个徒弟叫智神的人，智神，也是叫个徒弟的名。后面有首诸公话，智神啊，就是吉祖太佛呢。吉祖啊，就是广喜神吉安呀，属于广喜神吉安呀的人。那么因为佢本来就是广喜神吉安呀的人，广喜都广祖啊，两级别的神级啊，比较强呐、啊，所以佢就喊智神级。智神一方面是比较接近那个广东省的人。广西广东的话一多想法，同时呢，翻译可以通啊，去学法也方便。啊，不过智神又是一个挺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去学法嘛，也容易记起，所以有点两种的好处呢。神秀太师啊，特别命令某人智神，喊其去跟玉树学法，话讲。你聪明多智啊，可为五道错海听法。讲你智神是一个挺聪明的人，多智慧的人，你挺有智慧的人，你可以啊，退来为啊，是等于讲吧，退神修去啊，你退来去错海啊，唐六祖说法，想要你由唐到六祖说个法嘛。我清醒嘛，哪里记起了？清醒清意认真堂，堂到我同来记起了，记起来我过来人来讲，讲把六祖对你说的话吧，都在来讲蒙来堂，再讲反为五说，你堂了以后过来呀，就人来讲的，自身病命，自错害，水中长枪。不念来处，是诸事各中也。今有脱法之人，想猜此非。自身即出礼拜，其成其事。此言，你从玉田来，因师舍造。对呀，不是。此言，何得不是？对呀。微说即是，说了不是。智神就这个遵照这个几个师父神秀太师的命令啊，就去错海了。所以讲智神禀命至错海，禀神神秀太师的命令，就来到错海学法。可是他呀。唔愿意公开俾我师讲啦，系神秀太师喊佢来学法，佢来到啊，就混入太宗啊唐法嘅群众之中啊。相公第二相公嘛，挨唔系老一个，挨出来参参太宗里里去唐法，你挨唐多啊，挨系第二呢？还可以跪起老师傅讲，也没必要跟玉祖地，就凡有头发就行了，
所以其许多六祖嘅所学嘅理啊，水重禅浅，碱水太重，去禅法，去禅法，向祖师禅法，啊，那就是讲骗人向祖师禅法，去建材后不向禅堂，去搞唔出去禅法。当时去求六祖开始向六祖禅法嘅人啊，千多万多啦，每日都有啊。啊，那因此之故呢，一个自身即是一个出家人，随便翻译这个枪法的太宗哈，你落去堂六祖说法，那是挺简单挺容易的事情，根本无人知的。比同一个广进的法师哈，堂法的人有的几百种，随便一个人翻译第八图哈，你那不知的，那不知讲的其中是骂人。以前六祖的意思其实不是分片，骂人来堂都做的，不会说的神修太子错下的某人就不会堂，他没按那个心平等平等吗？可是你要让人来堂法没神心，就是以调法的心情来，因此之故呢，六祖有神通啊，也没就没变过去啊，也就把这个本来面目出去搬出来本太家看，所以其水中长江就不言来处，不对太家说明说我是对神修太子的未来没说明没关系，而且其实广西人广西讲出来的 广东省一带去学法堂法的人也挺多，所以其分业群众根本没人知的。这一年有人讲法六祖神错说法，太家就啊错个被堂法六祖一神错呢，他就知了，祖师就过中了。该当时呢，六祖就对太宗宣布：一等错二说法，慢有说法的时间，就先对太宗宣布讲，今有脱法之人呐，想猜此非。可见六祖的开悟啊，唔系想假悟听听，其实是真，真是天真。这样有神通，母亲真相给我，那有神通呢？其实才天真的那个法身呢、啊、所以他有那个他心通啊，有天眼通，他是观察就知的，以观察就知的那个谈法的太宗之中呢，其中就有一概念来调法，脱啊就是调啊，母老祖师讲条条的来谈法，想要调到那个法门，拿着一些本神修，该成为脱法之人，而来调法的人。嗯，想猜此非，想嘛，藏的意思，想藏，想藏在那个太宗的法会的群众之中，现在那个法会，而来说法，按道太宗参插出来的谈法。那其中就有一个头发的人啊，想藏在那个太宗之中啊，想猜此非，两句话一说呢，自身就得出来了，不出来就是不得，不出来这条弟子大家就会看那家三个人来调查看可那家是头发的那家是手头，所以自身提出礼拜果不讲啊，自身上的头都头不过啦，他没想到讲嘛，六祖有神通啦，啊，结果一头发头不过数呢，啊，果不讲就走出来，啊，这就随时了。唐道祖师按的宣布啊，当下呢出奖了，啊呀，六祖真是了不起，啊，他已经有神通，那不比常人了，不比普通人说法。所以随时就出来向六祖五体投地当礼，下过啊，启程启事启完毕，详细的意思，程就是说详细说明给了唐法的意思，就是说我哎呀是从金南玉田寺来了为二堂主持说法啊，按你宣布出来表示说我爱讲本地的，我就没来调法了，
爱从肉显示来，爱来就会谈法。实验，你从肉显来呀，因是色照，有时就把这个嘛，既然你是从那个金南肉显示个未来，是属于神秀太师个初下个体质，那呢，你认同就是个检贴吧？色照就是检贴，想猜贴后个工作站就是检贴。啊，那你在神秀太子初下，你走了两位堂法，因为当时寂寞表明讲嘛，是神秀太子喊寂来，啊，寂讲法讲嘛，神秀太子喊寂来，寂一喊来的时间又没表明，现在底下都做出来本人作多了呀，站出来讲嘛，如果是宣布讲嘛，神秀太子喊寂来，那神秀太子就变七条。给我面子，唔敢讲话，系神秀太师喊佢来，只是自家说明讲话，挨起对金南用钱出来，他挨唔要来调法，挨来谈法，佢冇讲出讲话，系神秀太师喊佢，所以当时玉珠就话佢讲，跟你既然系对用钱出来，你跟你就会检票吗？因为他们听挨两篇嘅情况就是啊，啊，你也系主持啊，尽力佢嘅法。六祖无人偶像，今天有分别讲吧，基础神修的弟子，安尼去分别，就讲基础是检贴呢，无安尼分别。啊，不过对于自身系无用安尼嘅法来激励佢啊，假心唔会切，谈法也唔会开悟，所以必须要把佢嘅心内嘅两种嘅傲慢心啊，啊，我来嘅。完全通体倾向，这样你就得法，所以用这个法来激励你讲，跟你认同你就会减价，啊，对呀，不是，自身答复讲，对就是答复，答复讲没有，还没减价不，嗯，实验，好的不是，跟你都既然从肉前来，跟你来又无讲，又这样又来调谈法。跟人没检查，没嘛个，要么讲没啊？对呀，为啥只是说了不是？也跟人看聪明嘛。本六祖安尼一，反问的时候，佮马上就过去讲嘛，挨跳到盲流显不出来，完全讲出来讲嘛，挨系对用钱来，挨想状态太重，始终残忍谈话，跟挨盲流说出来。佢可以本意讲按到检查，可以讲系非道，所以讲猥琐之事。那盲友说出来，盲友讲话我系从肉前来，佢系带住来调谈，佢可以本意讲我系非道，啊，可以讲系。现在我已经公布说明啦，我都老主持讲话我系从金南来，从肉前出来，我已经说出来呀，佢系就唔系啦。你就把这个这个检贴的身份啊完全设在一个意见。那因此这个呢既然都公开表明呢又主要不多问了。既没表明没说出说嘛是神秀喊起来又主要就不多问了。反多讲出问题说嘛是呀你是要为师中啊对呀上智非太宗初心感情长朝不恶有所求问题配个法不会再问呢都是喊法了没法跟录用了、所以因此就问正经法说跟你既然是穷用钱来你的师父就是神秀太师那是老爱同好的、现在来问你师父啊样板型开始太重了要为这个样板以后的意思呢要为师中样板开始太重伢师父样板开始太重对呀自身答复讲上智非太重初心感情长途不恶讲来的师父上智陀高飞太卡太重自己的体质的讲喊大家讲话，而初心，而感情，那个枪是突清是，就老个指清的清，
中央的意思。在古时啊，哈，通清的清，然后两个清腔的腔，双双啊同用，莫分啊，所以呢，腔是就是清，因为鬼音呢，腔老清重音，所以呢，就是出行管清，清就是指清的清，从头不饿啊，长期呀、啊。哎，大错不可以，所以我按不是也上错不我，就是不多大啊，修炼中苦恨，可见神修太师相当有功夫啊，错功心火啊，其次他上错不我，搞几个的梯子全部读一卷几号，都要上错不我。要么我那初心，要么我那感情呢，初心嘛。就是讲把那个心啊，按出在所修的法门哈，莫比散乱，安尼不是初心啊。把心按出在所修的法门哈，非常念佛的人就把心按出在是几乎好哈啊。参禅的人就将把心按出在那个禅禅哈，该就是不是初心，感情。用自己的智慧去观察，观察本心本来是啊，上清无痛啊，使心不给亲自下来，因为俺那个心嘛，一向就是好痛，俺那个心穷的就是多痛，不是亲啊。除了你用功妥善，能叫你听，还不为你听，就是睡眠的时间睡脱的。伢心没听嘛了，衰退还能本梦，一衰就有梦，可见你的心不能听。俺们众生心嘛，那个妄想心都是散乱，啊，因为都按住神神灭灭，完全没听见。衰退呢，还要在梦中本梦，所以讲嘛，也就是听嘛了。那好多个人呢，就爱老那个放心想法，把心嘛。自己听下来，莫被散乱啊！常常要用智慧去观照，莫被起散乱心啊！如果想要出脱，自己听止下来，所谓是观听。你说对那个修行的方法，对身体呢，常常锻炼打坐、长坐，今日都按都要坐上，按不时也不可以睡哦啊！众人要睡眠啊，也是坐多睡眠，不可以眠落去啊，来床头不安。做了安尼看，是天有修行啦，不过也是属于浅门，有肢体的浅门的修法嘛，做了安尼是不会错啦。那六祖的境界来看，那是相差太远了。所以祖师就讲一个实验，初心观心啊。思偏回闪，长错寄神呐、啊，以离何益？六祖就想起两种啊法判法吧，才示范。把心安处在所修的法门上，常常观照自心，自己能够听得下来，唔会俾佢伤痛。你两种的做法嘛，唔会安到参禅，唔会修禅。可以讲你是修骗，所以讲失骗非常，你真是沉溺在一种的骗的状态之中，并不能讲话很多修上，因为你两种的做法并不合乎爱的是你开悟的两个最上圣上，以前你是身体创错不恶按你的基础身体啊，以离合一对于求证真理有嘛该理解你不要让你错多就有什么想不太错啊，那你让你细半半闯错不哦，那就有什么呢啊，你要说比方初心感情啊，你因为是偏态啊，该是对于求错求修的你讲错了按旧修了按旧还不会快悟，所以下面自身去给他讲嘛，所以人修错他修的旧呢，也就是破解的粗糙
那对自身是对准他哟。那对那点处好的人啊，根本那点还不想出过心，也不想管过心，所以六祖量中的境界那点还做不到。如果你能先处好那个初心管心啊，安步就班啊，脚踏实地，非常还能得到前进。不过祖师为了破除这个自身的执着，所以说你俩是骗没啥啊。那你从头不安基础这个身体啊，你都要修持求真理，那有什么理解呢？听五起呀，那你谈个一首曲吧，练首曲休息一下，让我继续帮我了啊。